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年生小弟。小弟今天又来分享生活了。现在呢，上午已经12点了。看，今天呢没出太阳，我呢不打那些枝草了。那些枝草呢，出太阳的时候才可以打。我呢现在开始去下面玉米地里面那些核桃树全部都打了。核桃树太多了嘛，以后那些玉米长出来的时候就不好了。我呢现在开始出发了。今天天气真的冷也不冷，热也不热，真的特别的好。看今天的风景还不错呢，一点雾也没有。看现在已经到地里面了，我呢现在开始把这些核桃树全部都砍了。看我家的这些枝草全部都卖给我堂哥家了，150块钱。现在他家的牛放在这里吃这些草盖，马上就吃完了。吃完的时候，这个地还用来种玉米的。我们家这个地有2亩地。这边还有很多，看这些核桃树真的长得太高了。这样住在这里的话，以后玉米长出来的时候，真的玉米特别特别的不好。马上就砍完了，看只要这2-3棵树了，全部都放在这个地方，看以后上杆了再过来拿。
菜和糖树现在已经砍完了，我呢现在准备回去了。看我家的土豆现在已经长出来了，看。哎呀，满头大汗的，现在真的好热呀。我呢现在准备回去了，现在下午已经3点多了，马上就又可以做饭喂猪了。我呢现在准备开始喂猪了，现在下午已经4点半了。今晚吃饭呢，做点昨晚打好的那些猪草，做给喂猪，猪喜不喜欢吃啊？现在准备开始做了。可以了，再加点水。这些呢，拿去给小猪吃的，是饲料。可以了，可以拿去给喂猪了。直接拿去给喂猪。看，小猪叫的不行了。看这些猪草，猪很喜欢吃了，看。家这一头母猪生小猪了，看，生的那天晚上雨下的特别特别的大，我们不知道嘛，早上才我们知道，生了6头小猪，3头小猪那天晚上死了，看现在只有这3头小猪了，看，哎，太可惜了，真的。现在已经洗好了，我呢现在准备开始做饭了。明天应该出太阳了，明天出太阳的话，把那些猪草。现在下午已经6点多了，我们的视频呢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，谢谢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的支持，拜拜。